高乐婷做客《奇葩说》的片花曝光，节目中虐狗火力全开，被问和高圆圆接吻口感怎么样，他竟然甜笑回答说唯有天上有。马东又追问那杨幂的口感是什么样呢，叶华君说很有弹性。现场赵又廷又回应三生三世吻戏刷牙的事，他回应说抱歉没注意到杨幂的感受，因为他当时是不准备刷牙的。据悉当时拍摄大婚场景时，吻戏之前赵又廷突然要去刷牙，让杨幂疑惑，他之前也没刷呀，拍滚床单也没刷呀，更对赵又廷开玩笑说你这样做让我太尴尬了，你突然间说你去刷牙，那我只能吃大蒜了。